荣获提名最佳女主角的包括最多钱先？我今天要放假一个月。郑秀文今天要放假。孤男寡女今天要放假。张子怡卧虎藏龙，只不过我怀疑做我的敌人你能撑多久。答应我。杨紫琼卧虎藏龙，一定要真诚地对待自己，你不要骗我。张曼玉花样年华，你忘记我。秦海璐流年飘飘，得奖者是好粗暴啊！你白哥哥，郑秀文唔系，郑秀文叫我边个得都好，叫叫佢个名啫，唔好紧张。花样年华，张曼玉。可能去了法國浪漫人，法國啊，法國由他的最佳男主角、最佳拍檔梁朝偉帶領，恭喜他。嗯，換了身份好似是啊，兩邊都得嘅。咁張曼玉話：多謝我啦，多謝。